蹲举卡关的时候，啊，就只能往前丢，往后丢。今天就是针对蹲举的卡关，啊，如何突破？蹲举可以练变化式训练。那什么变化式训练呢？窄站蹲举就是其中一个变化式训练。顾名思义，就是站的比较窄。那要站多窄呢？通常我会设定脚跟跟脚跟之间大约一个拳头宽，大约这样子。体型比较大的，比较胖一点的人可能会卡住，就可以设定一个半的拳头宽，就是宽一些些，当然也不能太多。那脚尖的开度会来的比你标准站稍微再开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哦。重点都跟你的标准站一样，重心中后段，腿后屁股处理这样。窄站蹲举怎么蹲呢？来，跟我一起看下去 ，Go。窄站蹲举就像刚才说的，大约脚跟跟脚跟之间大约一个拳头宽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是我原本的标准站距，那我的窄站我会是站这样子，窄站蹲举大约一个拳头宽，窄站蹲举就是强迫你的大腿膝盖微微的往外开，因为有些人的蹲举会站得比较平行一点，站得比较平行的人，你的大腿膝盖会很难的往外打开，屁股用到的力量就相对比较少，所以就透过窄站蹲举来改善，或者是有些人蹲举会往内夹的人，他就没办法往内夹，因为会感觉到不好出力。初学者做窄站蹲举可以改善以及调整出力的方式。那如果已经会做的人的话，就可以拿来当变化式训练，就是针对腿后屁股的出力发力来训练。再来是三分之一蹲，比半蹲再高一些。那三分之一蹲是来练什么的呢？就是来强化上半身的动作姿势稳定度。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做的时候，可能身体很容易前趴前倾，那透过三分之一蹲来改善。那三分之一蹲的很多的细节要领，在我的影片有分享。那所以三分之一蹲就可以当成你蹲举的变化式训练，突破或者是卡关的时候可以练。再来是很重要的爆发力训练，因为三项蹲举、卧推、硬举做到很重的时候，动作速度没办法做得很快，这时候就需要来练爆发力，就会练背杠跳，就是负重跳。那重量可以设定你蹲举最重重量 PR 的大约40%，太重的话动作就会慢掉，就快不了；太轻又没什么感觉，所以40%会是最刚好的重量。所以如果你蹲举最重100公斤的人，你就可以用40公斤来做负重跳；你蹲举200公斤的人，你就可以用80公斤来做负重跳。负重跳的前面的动作都跟蹲举一样，也是蹲下去，只是站起来的时候要跳起来。好，以上就是蹲举卡关或者是突破窄站蹲举、三分之一蹲、负重跳，这些都是我很推荐训练的。那你也可以把它加入在你的辅助训练当中，会很有感觉咯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并订阅分享。我是凯杰，KJ。